我是谁，你是谁，他是谁。和我一样为了同一个舞台去奋斗的人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冲啊，我一定不会辜负那个一路走来坚持下去的自己。对对对，冲啊。竟然有点困了。你的进去让我有点困。这样子，不是不够凶猛，狗生气，哇哦，对，猫生气呢就是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点像，有点像，有点像。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展示一下猫和狗吵架。太感人了，这个。怎么变成人的声音了？好搞笑！他加入了一场混战。哦，他赢了！喵。长发及腰的那种，这个还没有，腰带就带美的，他带肯定很漂亮。啊，他好好看，他害羞了。完了，我被封印了。但那个假发到底有什么魔力？你有什么才艺想为大家展示吗？没有什么才艺，连嗓音都开始发生了转变呢。救命啊！哎，有点甜，唱一下。下面的训练生想看你跳有点甜，这个吗？小哥哥，帅气美丽动人。我们的小金，大眼美女。我们的艺文，我们公司的女人就是最好看的。为什么遗忘我？我们回去再说吧。哥哥，怎么办？你看我这不就得罪了吗？还有我们的科科，